猪笼草。这个草会割割皮肤的，要很小心。这就是猪笼草，它是下面的，它不是长在上面的。它生在泥土上面的。哎，你不是啊？你不是？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种的猪笼草，它比较有花纹。这个生在那个藤的上面。那我要进去，要进去里面。这些藤，这些很尖的，要小心。哟，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猪笼草，它有很多品种。这个是生在那个叶子，这种叶的后面，它不是生在那个泥土的。我目前我是看到有三个品种啦。刚才第一个品种呢比较大圆形的呢，就生在土上面，然后有 color 的呢，有一点一点的呢，是生在那个树上面，它会攀爬在树上面。然后这个是第三种，是生在叶子的后面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山里面很多猪笼草，看到我很开心啊！整个地下都是猪笼草。那我在山里面看到有一棵这样子的，应该是山槟榔树，它长得很像槟榔树。我发觉到它很漂亮啊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知道的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。这个是什么草了啊？我平时有看到有人种哎，当花来种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草。你看这个变得很多嘞，很漂亮。原来它的种子是这样的，哇，这是它种子。有姜花，
应该干蛋的。超级高了，没有长到很高。哇哦！但是刚才这个米地的。嫩嫩的米粒，吃一个菜没那么容易的 ，OK。经过三年它才会有的，看起那个草还高过人。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吧？锅烂的，没干嘛这么腻子呀？他说可以吃哦，我来试一下。给你，这他说可以吃，我试一下。酸酸的，酸酸有一点像那个什么味道啊？番石榴啊，那种酸番石榴啊。好了，你看我们采了一大袋啊，你看呀。我们要做猪笼饭。Mickey，大鸡，给你扔到马路。嗯，完了，哦。Dia punya mulut kita buang. Kalau tak buang, tak boleh. Tak boleh. Boleh tak kena masuk. Siap dia mulut dia ke sini. Jangan ada yang buat ini. Tapi kena hati-hatilah. Takut dia pecah. Sebab dia lembut.好了，已经洗好了，现在可以拿来用啦。在炒它的馅料，这是糯米，这个糯米已经蒸了的，然后现在准备把它放进里面这个猪笼草里面。对。这个 original 的只是放那个椰浆下去的，已经完成了。现在要进这个有馅料的。
有馅料呢已经做好了。这个是提婆豆，这个是椰丝，放在这个糯米的上面，然后就这样子用香蕉叶这样子包裹。现在呢要蒸3个小时。 OK， 我们等它的成品吧。好啦，已经煮好了。